收到。拍地板，拼呗！打个不灭差不多了，其实。哟，跟我俩亮牌，好。你现在的牌亮得多开心，一会儿你就有多难受啊！等他 Q， 等他 Q， 不要上去。拍地板，平呗。前期我们就不打，越往中期打我们越猛，知道吧？塔下收波兵。学个 W， 小拍地板，我已经是全速。学个二级 W， 小小这瑞文这个英雄能打断别人的平 A， 确实是很烦。本来我都夹出来了，等个壳子。夹，拍地板，他已经没血了。现在轮到我们的回合了。等个皮，拍地板，头夹。别着急，行，一闪套点岩石，亮牌，还追，别追了，我都晃了一圈了，你还追啥呀？回家了，兵线卡就卡吧，不能跟他打，打不了，没办法，卡就卡吧。卡了我们也管不了，没蓝了，先来个小日炎，出父亲背心不用，先出日炎，瑞文又没有那个需要我们减伤的减治疗的东西，为什么不带气定神闲？问得好，带气定神闲石头人没回复，你知道吧？开地板。哎，拍地板平呗，平呗，揉一下平呗，剩六给大夹，拍地板，想跟我打一套，没想到吧？我有个小兵没死，小兵死了直接升了。你说你们这全 AD 阵容，当我选出来石头人的时候，你还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吗？刮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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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的。直接推线啊，他去中了，卡萨丁真不怕死，你这不死了吗？掉大呗，掉大了，还行。还算你做出来点贡献，夹夹，平 A 拍地板，耗点盐，平 A 平 A 平 A 打，平 A 抠，平 A 夹，平 A 拍地板，一换一还行吧。来个小反甲。他也算值钱了，来两个小布甲，卡萨丁有骨气，一般就直接喷上单了。我给他点信号了啊，他自己死了，他喷我。你好像是智力有点问题，我不是说骂人，我是真是说实话啊，就是你这个逻辑可能是有问题，好像不太聪明。哎，拍地板，还有意外收获。谢谢。
你要说我没给他打信号，那他死了，那他说我那倒也行。你说我信号都打完了，他死了，那你能赖谁呀？当然。闲聊时间已经结束了。已经结束了。我操！他这大为啥反着放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服了！哎呀天哪！这是傻子克高手啊！他预判了我的预判，他不是预判了我的预判，他是放反了，他是有点傻。这把希望是个土龙龙魂，第二条小龙可以再给他们，给我来个土龙魂，我们就彻底的无敌了。你很牛吗？你是觉得你很牛吗？我夹这塔给我砸的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你咋的呀？感受到了吗？我感受到了，怎么的？你甚至不能擦伤我。我今天就不让你猜，打死我！你要想猜我上路，我肯定不让你猜。他怎么的？他开大来上啊！我们先打个蛤蟆。他去中了。哎呀我操了，我是真给你点脸了，我发现呢，我是真给你点面子了啊。谁的蛤蟆你都敢动，拆东西了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再见，我丢了。我有跳弹，你有吗？我有跳弹。我再丢，哎，再见。是否死？回头干他！牛什么？你给我牛什么？我的了！你给我牛什么？还不理我，敢不理我，我夹，敢不理我，你是不是觉得不理我我就没有伤害了？你老追啥？你咋的？我们先跑一走，也不知道你咋的，等个壳子，还有等个大招，可以干他。你不找我，我来找你来了。是的。干啥呀？别刮了，行不行？还有这孩子。我真不是吹牛逼，我防御塔我都不怕，我怕你，这都能给我砸死，我靠，还行，打死了就行，不是特别亏，可以接受的那种程度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
兄弟们，救救！啊，这是我队友啊，我过不去了，你给我放进去。我杀女警，香草小蛋糕。哎呦我操！啊 ！Unstoppable 了。那一没一着，没一着人了，已经黑天了。赛因应该是要拆中吧，这团我就不去了啊，拆中不给他拆。你给我下来，给我站着，站住，给我站那儿，给我站那儿。给我减攻速，你 A 得出来吗？减攻速。看有没有眼儿啊，这家伙操，整这么个小绿门还能给，哎算了不大了，还能给龙拿了，龙拿了就算了，还杀俩呢。你问你怕不怕？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什么？谁允许你打我的？干的！女警是吧？我也就是追不上你，要不然我是高低干你，我不用你在这给我晃。哎我操，点眼点眼，哎呀没有其他的路，上路是谁呀？他们家谁在拆上路啊？上路为啥会没了呢？上路怎么没的？谁给上路拆掉了？要拆塔了，打大龙吧，打完拆塔，随便打。我都不掉血。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大龙，不用管他，你快点大龙，不用管他，你这没有血的过去管他就完事儿了，他就拆不掉基地，我们拿个大龙，他这个基地我们回家，很快的。你只要龙不被人抢了就行，别的无所谓。你只要大龙不被人抢了，那就是随便打。我不想大的，好的，哈喽，哎呦我往这，你这坑都能空了，我理解，我理解，火蓝的技能确实不是那么很容易中，直接中路一波，我上了，直接中路一波，我直接上了。你信我的，那防御塔打我都不掉血，你们随便跟我越，好吧？那塔我来扛。
先把那梦魇杀了，杀的 ADC。那赛恩喜欢推的，让他推来。赛恩这么喜欢推啥的，让他推，没事。龙魂的都给他们，我都不要了，一个也不要。不行了，没蓝了，下一波没蓝了，没蓝了，先把小龙拿了。这高地都随便上，那塞纳打人都不掉血，那女警也是都不掉血，用管管他干啥呀？你让他拆，你看看他拆的快还是我们拆的快？跟我中推行不行？不要再守塔了，守那个塔干什么？守塔有什么用？卡萨丁别死啊！来打，来打死人！切！谁跑谁就是孙子啊！疯了，打吧。